到这吼，嘉义嘛算我们第二个故乡。你每个地方都是第二个故乡哎，因为有音乐季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故乡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能唱最后一首。Uncle 再说好不好 ？Uncle 我们就有理由再唱多一点。OK， 这首歌叫做《壮行好台湾》。Thank you.